别人送荷包都是情深意浓，你送荷包倒好，简直就是要命。你要是个杀手，我现在已经先后被你用弓箭射死，被你吓死，以及活活被你气死。 见了国子监，何愁完不成荷包赌约？四爷好，还不赶快归位！ 桑琪，请致见之仪。弟子进学，拜见燕四爷。桑琪，你可知道，女子送男子荷包是什么意思？知道，就是有意思。但弟子并非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 是说绣工拙劣，不过还请你相纳。你有完没完啊？别人送荷包都是情深意浓，你送荷包倒好，简直就是要命。你要是个杀手，我现在已经先后被你用弓箭射死，被你吓死，以及活活被你气死。我这不是怕没有什么挑战性，我怎么能引起你的注意呢？真是太妄自菲薄了吧！四爷。 你就看在前尘救网的份上，收了这个荷包吧。我和你有什么前尘救网？把荷包放下，我带你去科室。